无秀美哈，就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对啊，露娜，真正是真多谢，还好啦，再无力，无我会惊死。哦，这马骗人，真正是要受苦，这款不是骗人。是好啊，对啊，开始，开始。我跟你讲哦，在我跟嘉贤哦有够巧哦，迄个时阵哦，迄个时阵哦，那不是我跟阿志又来这吼，嘛未发现派人行踪啦，对。派人的行踪应该是我跟露娜发现的吧？那不是我普通的监听哦，哪有可能发现？吼！啊，若讲到功劳啦，就我来上大，感情我有明利的慧眼哦，来发现着迄个水情哦，你哪有法度抓到人啊？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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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卖屁啊，卖屁啊！大家拢卖跟我顶英雄哦，因为我就是易家英爸爸，安怎讲拢是我上大哦。来来来，这是俄罗斯的伏特加哦，包围我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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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在家很巧，伊叫我个爷带咪啊暗中观察，然后就坏人因为藏身在制高点，所以想要咪啊，唔知找到歹人咪所在。啊，家很实在是我的偶像了。哦，看呗，嘉贤是下人的小弟。哎，想袂到嘉贤哦，那体格好诶，哎，头脑更是一级棒啊，证明伊唔是一个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的人哦。也无看卖，嘉贤是虾米人的查甫啦？谢谢。好，你看在哦，我对人社会经验丰富啦，我闻下就知影歹人秘一对。啊，若无，萝卜糕甲小米哦，去用骗。嘿，阿母呢？你过来啦，人客拢走了了。警察的故事都没要听。萝卜糕啊，还是你哦，上义气的。当然啦，我萝卜糕忠心义气，都差不大尔啦。拜托一下，我想要听看卖你的撇步。若要练这种功夫，我无咧凊彩教人。嗯。真正要练哦，我爱穿上古早时练迄种葵花宝典咧。葵花宝典，嘿，葵花宝典啊，安尼，但是下面就没有了。不是啦，我是讲哦，这是一种比喻，你知唔？嗯。那要练这种功夫哦，都要练来。嗯。头一波，你都要，达刚早暗哦，各打五十下。各打五十，啊是要拍到位啦。安尼就疼咧，所以我讲啊，啊练这种功夫哦，都需要忍耐呢。你若有法度七七四十九天连续安尼练落去吼，你就变成盖世神功，你就有法度一举得难。为着要一举得难，什么艰苦我拢愿意去承受。好，忍耐。哦，这是我们的俄罗斯美食，祝你们用餐愉快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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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，为今日开始你来吃菜，吃菜才会当生查甫。嗯，俄罗斯香肠有够好吃啊！我爱吃一嘴。哇，这赞！阿狗子，乔治亚烤肉串，
对啊，二式猪排啊，这里的俄罗斯的光棍节让我有回家的感觉。Kubala 是一个女生的名字，代表爱情。嗯，刚好跟我的名字一样。Kubala， 这名字很适合你啊。我相信凡是看到你的人，都会相信爱情的美好，就像我一样啊。能够让我遇见你，我相信是女神赐给我的奇迹。谢谢，你真是一个 gentleman。我的家仔，我欢迎靠近你，把我的老鬼呀。古巴，你不要动哦，头发上有个树叶。谢谢你真好，他真是难得的好人。一点都不会像其他的男人，只想占我便宜。哎，你口渴吗？喝水。好，谢谢。啊哦，你看这风景好漂亮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我把你的衣服弄湿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陪你洗衣服好了。没关系，我回去就换就好了。哦，那我陪你回去吧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好啊。够经营嘛？你是对台北带我带来家是吧？我自己来家做看顾，想袂到看到你甲永俊来家佚佗，我只感觉家己足无价值。我唔是甲你永俊来家佚佗的啦，我是来找伊算账。你拢老体啊，伊安尼无要无紧，实在是真过分呢。感情正是安尼，唔相信就准拄煞。等下啦，老婆，你带我去找杨俊好不？好啊，你若想要找伊，我就带你来找伊，走。哎，先壮，最近常常安尼，干嘛头晕吧？一定是你老体无好好保养。你看你即摆身体还袂好，就走出来吃头路，免讲嘛出问题。我扶你倒来房间休困。冒死啊！冒死啊！我这世人啊，唔得啊，得啊嘞！把浴巾拿进来给我，拿进去给你啊！好啊，好啊！你房间在哪？就在那头前啦，要到。就在这啦。这间哦。古巴佬，别动啊！你好好休困啦，明仔载我再带你来找丁永俊。多谢你。你的室友是查甫的哦？哎，你还问什么意思啊？除了永俊以外，我哪可能跟别的查甫人讲？你看这卡片啊，我肯定是永俊的，
伊敢穿这个白的袜子尔。永俊。是哈，我告诉你，那里叫都督小平呐。可是我身上你没有穿什么衣服，你的衣服给我。我的衣服给你？嗯。那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给你我的浴巾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是原则问题，这事关我的名节。哎呦，你是一个男人，你个贱子们，快点呢！哎哎哎，你干什么？快脱我衣服！快点！哎呦！不行！不是已经知道苏慧了吗？你敢不敢？丁永俊，你真的是狗改不了吃屎呢，哈！几百贤呢？我准备远渡重洋，为国争光啊！什么是狗改不了吃屎？人真是人，不是狗啊！你等着你没听呀、啊！夜路走多，总会碰到鬼哈！他哪里想得到？不怕啦，是我的朋友啊！什么又是夜路走多会遇到鬼？这边有鬼吗？Shut up！ 母亲的事已无够，我想要母第二个。我跟你讲哦，咱两个还未离婚哦。在法律上，我还是你母，我会当顾你，你知无？哈？你到底有搞我这大母看得眼来无啦？就是讲咩？你到底有搞我这第一孙的事会看得眼来无？哎，到这嘛什么情形啊？你两个这嘛是连麦加对付啊？人讲啦，娶某无用一天，娶婿伊是无用规世人呢。唔是阮两个合起来对付你，根本就是你家己欠电。只要是查某人吼，拢对你这种行为感到不值啦。你们干嘛这样对他？他对我没有做什么。等到他对你做什么的时候吼，拢袂赴啊啦。现在他虽然没有对你做什么，但是啊，他一定想对你做什么了。男人啊，只要有一就有二，太了解了。你两个天花该水好不？没该水。你们怎么那么不讲道理？东方的人不是很温柔吗？你们那么凶，他才回离家出走。你还搁替伊讲话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两个现在跟你斗三工呢，我替你打抱不平的呢。你是我的好朋友哎，敢跟我抢男人啊？跟我们抢男人啊？虽然我不太懂你们在骂什么，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好男人。啊？好男人？是啊，不然你们为什么当初会爱上他？我是把酒给狗的喇叭，我是被他甜言蜜语骗了啦。哎，这种代志是大家欢喜甘愿的。爱情这种事情，什么时候会发生本来就不一定，没有谁对谁错，谁被谁骗。你的意思是你要跟我抢永俊？
我觉得他很可怜，你们都不懂他，他需要一个女人真正爱他。我真不敢相信，你竟然为了这个男人破坏我们的友情，我真的看错人了。小平啊，丁永俊，拢是你家己做起来。阿志啊，阿志。跟你讲过啊，查甫人有几条软，这种劣根性吼是无法度改的啦。你看，亲像我啦，我早就已经看破了。好啊啦，莫阁艰苦啊。你家己的身体都还袂好，为着丁永俊这种查甫人吼，伤心无价值啦。多谢你。最艰苦的时阵，竟然是你在我的身躯边。我嘛想袂到，我今日会坐在这听你讲你的心内话。世间的代志实在是真歹讲，咱明明是查某人，我会当了解你的感受。虽然讲我是丁永俊的某，也毋过我才是会当体会你的心情。其实我嘛会当了解你的心情，啊，毋过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啊！我为着我家己的爱情，我只好选择伤害你。查某人为着爱情啦，唔哪会当伤害别人，连家己伤到遍体鳞伤拢唔知影。你还阁少年，后摆的路阁足长的，是好是歹，你家己拢都要去承担。好啦，你嘛忝啊，我送你回来去，行。你敢搁会记得你以前甲我讲过啥物话？啥物话？你讲，等永俊报仇我的时阵，咱坐落来啉一杯咖啡，好好开讲一下，因为咱有共同的话题啊。对啦，想要甲我讲的话，搁遮尔啊灵验。我大汉时阵哦，我就知影丁永俊哦是这款人啊，伊变成安尼哦，迄早办的代志啦。马后炮，你讲啥？马后炮，你讲一遍。啊！大家出来度假就是欢喜放轻松，你在创啥啦？是讲哦，想不到永俊的口鼻愈来愈重。这次哦，竟然想把金丝猫，金丝猫技术较好啊！什么技术 ？Kiss。讲到这个技术，哦，我唔是臭蛋啊，我查甫人中了查甫人诶，我专门考诶。诶，技术有真侪款哦，啊，法国式接吻，有吹气式的接吻，还有螺旋式接吻，哦，有深吻，有浅吻，还有吸吮式的接吻，还有这个真空的。真空式的接吻，哇，熊赞同真空式的接吻，那个缠绵悱恻，如胶似漆，吼，激情无限啊！哦，哎，其实干嘛遐麻烦？其实不是用纸啊，放在查某人的嘴内底，啊，拉拉就好啊。哦，我你讲落来也无气劲啊。嘿，我甲秀美啊嘛是安尼相亲的呢，遐不过我感觉很亲的时阵哦。哦，迄小美也敢足享受的呢。迄是阮姊哦，你面子啦，袂拍歹气氛啦。大概哦，我甲萝卜糕 kiss 的时阵哦，伊一点仔拢无温柔。啊，不过我就是歹势甲伊讲，我拢无回啊你。啊，我吼，
逐摆拢想我咧看电视，看上精彩的时阵，伊就活过来。我嘛是讲想讲惊歹势去伤到伊的自尊。也毋过吼，我逐摆拢去读工吼，我去电视一边，就哪看电视，哪去死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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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婆，回来了。老公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好想你哦。嗯。你为什么那么想我？因为家里只有你最听话，乖，去帮我买瓶酱油。你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。去啊！